Aba. Thank you.
累吗？妈，好吧，就让清秀暂时留在这里接受治疗。怎么可以这样，美惠？哎，你忘了吗？上次留他在医院，结果呢，他发疯在医院大闹了一场。如果现在又发起疯，伤害别的病患怎么办呢？院长夫人，我保证，现在清秀的状况已经稳定许多了，而且我会请精神科那边特别注意。我保证，他绝对不会再伤害别人了。哼，保证？保证什么？谢清秀早就伤害别人了。丽芬，你别忘了，谢清秀是怎么伤害你的？舅舅，事情都已经过这么久了，现在清秀只是一个病人，需要跟病人计较吗？好了，我已经决定了，佳辉，精神科那边就让你处理了。谢谢院长夫人，我现在清秀去病房了。清秀，来，没事了，走吧。陈家辉一下又要谢清秀住院，我说的话根本没听进去吧？现在最麻烦的是陈家辉坚持要治好陈俊南，姐呢也不知道如何处理陈俊南的事，到底要不要让他开刀？如果开完刀了他清醒了，该怎么办？30天内让关节更加灵活，请接着选购 Green Life UC2。
肠胃问题一直是现代人不容忽视的一个亚健康问题。这一道，我也不知道我吃多久，就算好了，我也不知道好了。听说你有一个配方，就是这个生早粥，吃了过后呢，我感冒的次数真的变少了。不过呢，它是适合那种肺气不足、容易引起的感冒。小偏方大拆解二，最后一集，星期五晚上8:08频道，你也可以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BioSkin 肌肤问题解决专家荣誉呈现红星大奖2022，散落是点点的星光，汇聚是磅礴的力量，你的选票将成就十大最受欢迎男女艺人，哪一位红星能笑到最后，由你来决定。 Me Watch 专家区 /SA2022 即刻登录网址，为你喜爱的艺人投票，红星听你闪耀星光，汇聚注目世界，红星大奖2022，4月24号星期天晚上7点现场直播。本节目是由以下商家主要赞助：人生新加坡首选的中药品牌 Living Care 健康从和健康水开始，以及 Powerhouse 顶尖家庭卡拉 OK 系统，以下商家联合赞助，以及 Holistic Way 你最值得信赖的优质保健品牌主要赞助。 Residents in three Singapore towns are making radical changes to their lives with some unconventional choices and a few electrifying ones.I'm planning to walk to office. You can see my shirt is all wet. 如果完全不换 LED 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赢得他们的。Catch the next episode of the CLA Green Plan Challenge Monday on CLA. The Time to Fly Travel Fair is extended by popular demand. Enjoy all the best travel deals from the 10 participating travel agents till 13th April. Visit cnalifestyle.com/timetofly now. Time to Fly is jointly brought to you by these 10 travel agents, the Flying Botanist and Singapore Airlines, hosted by MediaCorp. Hey, Carl. Hey. What?啊，干嘛？你莫跟上山羊，跟上山羊。哎，妈，你放心，欠债部分我跟警察交代清楚了，那个包商会被警察抓去关。妈，都是我不好，才会害有权跟金城。
说话给你听，直到你醒过来。卖完都热热，咱那表都热热热死。不是，我再卖完都热，把剩的那五元。我做到了，你好好休息吧。对呀对呀，你呢？好好休息，待会儿我请个医生过来看看啊。姚彤，那笔工程款进来了吗？进来了。最近发生那么多事，都是因为这笔钱卡住害的。现在钱来了，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你只关心钱，都不知道关心永城和京城的事。5000万我都拿出来了，可以做的都做了，其他事情无能为力，多问有什么用？懒得跟你说，我出去了。你要出去？哎，等等，你是不是想去关心永城跟她老公？我告诉你，就算去只会被有纯她婆婆骂，不必自找麻烦。你知道吗？有纯为了救京城独自拿钱换京城，结果被严总压起来，后来还跌下山受伤，现在在住院。怎么这么严重？有纯现在有没有怎么样？医生说可能脑震荡，如果检查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没事就好，害我吓一跳。那钱呢？被严总拿走了吗？没有，严总被警察抓了。什么？那岂不是所有的钱还留在梁家吗？哎，枉费我把5000万还给他们，真是可惜。丽华，你到现在仍满脑子想着钱吗？
让你感觉到好像真的是一个真人，有温度的手。
再帮你按摩，哇，太舒服了。是，而且其实这个温感呢，就能够帮助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让整个的效果呢，其实是更能够提升的哦。而且我跟你讲，玫瑰，这个它的设计啊，是一个深 U 型的设计，是的，然后呢，就能够贴合我们人类身体的曲线，无论你放在你的背部、腰部、脚、腿，都可以很好的贴合，不会有那种缝隙还是这种间隔的感觉啊，可以按摩的非常的到位啊。还有就是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里面的这些电路呢，哎，其实它的质地呢是非常的讲究的，品质非常的好，然后当然安全性能也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特别的耐用的哦。还有一点，我刚一直在按摩，这手指好痒，你快走，我走了。为什么 Health Plus 携带式按摩器按摩起来这么的舒服？我们现场解剖一台，你看还在动呢，好吗？把纸巾，把纸巾，我的纸巾按摩啊，有可以旋转的，有可以震动的，敲打的，不是把纸巾用水巾做的，就来按摩身体不同的部位了。是是是，而且我们看到它非常特别的这个设计呢，其实就是顺时针，然后呢也能逆时针的这个转动着的。按摩敲打的力度也是可以调节的，比如说现在是这样的力度，加快了，哦，看得到哎。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说这个力度太强烈了，喜欢轻柔一点的力道呢，再按一下按钮，就回到最轻柔的状态。我们总共设定了慢、中和快三个档位啊，供您去根据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关系的感觉去调整。就是亮起了红灯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温感的设置。那刚刚又说到了这个好处呢，就是能够帮助促进血液循环，而且呢，其实也能够舒缓你的肌肉的酸痛哦。我先考考你，觉得我们日常都市人啊，最容易疼痛酸痛的部位是哪里？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背部，因为时常坐着嘛。对啊。另外一个就是腰部。腰部。因为腰部作为一个看电视。看电脑的支撑啊，看起来很大的压力，这两个部位呢也是特别需要去好好照顾的。 OK， 在这里要介绍两个特别的穴位，一个叫肩颈穴，那就是在我们的身体肩部后面按摩你的肩颈穴，那肩膀的酸痛就会得到一定的缓解。另外一个叫做命门穴，命门穴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腰部的一些疼痛啊，把这个机器放在腰部，哇，然后去按摩，配合这个温感的按摩的仪器啊，就能感觉到十五分钟之后，腰部会整个的轻松舒缓了许多。这是针对我们都市人最重要的两个部位和穴位。而且现在有些男士朋友们很喜欢健身啊，健身完之后去举铁，然后整个的这个手臂就非常的这个紧张，像把它呢放在沙发上，把你的这个整个的上臂放在这里，还能思考一下人生是不是？还能思考一下今天晚上吃些什么东西。Health Plus 这么方便，可以做脚底吗？答案是一定可以的。很简单，把它放在你家的地板上。OK， 然后呢，上面铺一条毛巾，然后就直接把你的脚放在上面。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脚底按摩很重要，是为什么？因为脚底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反射区。是，我看会不会错啊？就是说你脚底不同的穴位、不同的地方呢，都代表你身体的各个五脏、各个器官是不是有一些病灶在里面？是，其实很多人都说嘛，脚呢就是你的那个第二个心脏。对，所以呢，其实做这个脚底按摩是能够帮助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等等很多问题的。真的耶，全身上下的这个按摩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Helpline 携带式的按摩器。你还在等什么呢？有助疏解肌肉酸痛、肌肉僵硬、
操作简单，随身使用的便捷按摩器。Health Plus 携带式按摩器，附送价值9.9元的汽车插头，原价209.8元，现在只售99.9元，为你节省109.9元。即刻拨打热线6386-8686，上网 jml.sg 或瞄准 QR 码先扫现买。Health Plus 携带式按摩器，八种核心科技按摩器，16头提供揉捏及敲打的按摩方式。你戴耳机全部，你也抱大包啊，你戴。身体曲线，我坐躺都能舒缓手足、腰背及腹部的疲劳僵硬肌肉，激烈深层背部按摩有助促进血液循环。一键式开关，温度功能15分钟自动停止，智能可调整时间及过热安全设置。轻脚透气网状布料，居家车内都适用。携带式按摩器，原价209.8元，现售99.9元，节省109.9元。附送价值9.9元的汽车插头，14天退款保证，1年保修，免运费。立即拨打热线6386-8686，上网浏览 jml.sg。或瞄准 QR 码，现扫现买。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其实身体上很多的酸痛啊，不光是跟我们的穴位是息息相关的。刚刚介绍了三个穴位，接下来呢，也要告诉你另外多两个穴位是我们都市人常常会有的状况。第一个就是姐姐妹妹们的烦恼。其实可能有很多的女生姐姐妹妹们呢，第一可能有这个经痛的问题，第二可能就是会觉得自己的腹部呢就是微微凸起来的这个感觉，不管怎么做运动啊，好像都没有办法消除掉。 OK， 它其实可能也是这个便秘的问题，所以呢你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个按摩器呢放到你腹部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它就能够帮助是促进这个血液循环，然后也可以帮助肠胃蠕动的哦。另外一个穴位也是我们的都市人常常会有的，那就是腿部肌肉的紧绷和酸痛，叫做承筋穴。哎，那把它放在这个小腿的部位呢，就可以缓解小腿的酸痛啊。是，因为承筋穴这个穴位呢，特别好的就是帮助我们那些站了很久、走了很久，然后呢这个高跟鞋穿了很久的朋友啊，通过按摩和击打承筋穴来舒缓这个小腿酸痛以及预防抽筋呢。再来就是，其实现在就看得到了嘛，有这个非常轻巧透气的这个网状材质哦，对，基本上呢让你在按摩身体任何部位的时候呢都不会感觉闷闷热热的当然非常的轻巧方便嘛，所以呢其实适合居家或者是在车上，基本上呢你能够想得到的地方，你能带到哪里就能够用到哪里哦。哎，这台 Health Plus 携带式按摩器啊，真的是走到哪里用到哪里，在路上驾车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塞车。哎呀，你看到这个车龙哇好长啊，不晓得要塞到什么时候。如果车上有一台 Health Plus 携带式按摩器，就方便轻松多了。还有啊，如果说是出国自驾旅游的话，哎，你想想看，如果坐在你身边的话，长途跋涉的就觉得腰酸背痛的话，哎，只要车上呢有我们的这个 Health Plus 携带式的按摩器的话，你想想看，我就可以边欣赏外面漂亮的风景，然后呢还可以享受着这个按摩时候的舒畅感。当然，即便是拿出来用啊，就一定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续航啊。它电池够耐吗？可以用多久？我在车上会不会我塞车时间太久就不行？没问题，我们送你这一个便携式的车载插头。是的，不用担心说电充没充够啊，不用担心说它的电池还耐不耐久啊。是啊，一上车想按摩，把它插在我们车上的充电的位置呢，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了。是，而且其实你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电线其实是蛮长的哦，所以就非常方便，能够在车上使用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啊，伤害还挺大的。哎，真的，你看起来还蛮不舒服的。说真的，有一些人在家中呢，可能真的只有这个按摩椅，但是随随便便要买一张按摩椅呢，哇，可能都要花费几千块钱。再来，不管你是放在家中的这个客厅啊，或者是放在你的房间呢、其实都会占据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哦。哎，我们家的是按摩椅啊，你看，这是它的这个操控面板。不用说我们的长辈。连我都有点搞不清楚我该怎么去控制。对，请问要哪里开那个机器，我其实又找不到。我看到有 stop， 但是哪里开始，对，这还不算完，宝贝，我跟你讲啊，你可以去想象一下，是如果我想用这台椅子按摩我的小腿啊，它这里没有震动功能怎么办呢？没有，只能这样。
这简直是乱来嘛，对不对？你在做马戏团的表演吗？所以才说啊，会有一台这个 Health Plus 携带式的按摩器呢，不光可以按摩身体不同的部位，是啊，而且它只有简单的四力按钮，是控制开关啊、顺序啊、震动啊、温热啊，即便是我们的长辈也可以很快的上手。嗯，所以呢，像林寻刚刚就有说到的嘛，这个 Health Plus 的携带式按摩器呢是非常轻巧方便的。你看我这样子提一提呢，基本上就像个小包包，想要带到哪里去呢就可以带到哪里去哦。你看，想要带到去客厅使用哦，就可以去；想要回到房间使用哦，可以走回房间了。相比之下，如果你想要把这一台笨重的按摩椅带去任何地方，是怕就要打电话给搬家公司了。我跟你来分析一下哦，如果说你去外面找这个按摩师傅帮你做按摩的话，每一次一个小时可能就68块钱嘛，嗯 ，OK， 一个月呢，你可能就觉得好，那我就瞅一瞅自己，一个月我去两次，一个月呢就要136块，那两个月你就花多少呢？272块。但是你只要买这个的话呢，就能无数次的拥有自己家中的这个按摩师，只需要99块九毛钱哦。我跟你讲，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种私人的体验。你想一想，你去这种公共的、大家都去的这个按摩院或者按摩师那里，你不晓得那张床之前是谁躺过，是是是，你不晓得那个枕头上一个客人用完之后有没有认真的清洁。Oh no！ 想一想都害怕，想一想都觉得恐怖嘛，是不是？所以呢，就要拥有这个 Health Plus 携带式的按摩器，就能够呢拥有你自己家中的这个按摩师啦。你还在等什么呢？有助疏解肌肉酸痛、肌肉僵硬，操作简单，甚至使用的便捷按摩器。Health Plus 携带式按摩器，附送价值9.9元的汽车插头，原价209.8元，现在只售99.9元，为你节省109.9元。请客拨打热线6386-8686，上网 jml.sg 或瞄准 QR 码现扫现买。Health Plus 携带式按摩器，八种核心科技按摩器，16头提供揉捏及敲打的按摩方式。U 型设计，紧贴身体曲线，坐躺都能舒缓手足、腰背及腹部的疲劳僵硬肌肉，激烈深层背部按摩有助促进血液循环。一键式开关，温度功能，15分钟自动停止，智能可调整时间及过热安全设置，轻脚透气网状布料，居家车内都适用。Health Plus 携带式按摩器，原价209.8元，现售99.9元，仅109.9元，附送价值9.9元的汽车插头，14天最快。这个记得哦，别忘了。也记得，也记得。那也记得，也记得。电脑听过没错？也是的，也是的。我在电话办事，随地啊。有没有看？哥。哎。祝你维持免疫力，让你维持水嫩美肌。提到 Amy 组燕窝精美组合，祝你养生有活力。哎，心里啊，我问你啊，你对于燕窝到底熟不熟啊？熟，我从小吃燕窝长大的，人称小杨贵妃。哦，小杨贵妃啊，不不，小杨贵妃啊，不不，小杨贵妃是吧？是，大家都知道的。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身材丰盈，而且皮肤非常漂亮，都是因为吃了燕窝。燕窝最早呢是在中国1500年前唐朝的时候被发现的，那时候啊，很多古代美女以及皇族贵族们都经常食用，以保持年轻漂亮。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燕窝价格比较昂贵呢？那是因为燕子都在洞穴中或者是山崖上筑鸟巢，要采收的人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耗时又耗力，当然价格偏高了一点点啦。而且啊，以前燕窝的生产过程呢，其实是人工挑毛的，意思就是一条一条慢慢的挑，才可以把燕枕上的杂毛跟杂质呢给清理干净。不过呢，非常费时费力。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 Kino Himitsu 的燕窝，是以现代化高科技啊，可以让消费者品尝到高品质而且安全的瓶装燕窝。现在呢，更推出了全新两款 Kino Himitsu茉莉燕窝，还有 Kino Himitsu 的人参燕窝哦，为你的免疫力和呼吸健康加分。其中的这一款茉莉花燕窝呢，采用的是高品质高营养的真材实料燕窝，以及茉莉花蕊中的
花香精。另外一种呢，就是包括了三种人参口味的我们的燕窝，包括了花旗参、长白山人参，还有高丽红参哦。那当然了，我们的 Kinohimitsu 呢，采用的是100%纯天然的，不加防腐剂。不加漂白剂，不加人造色素和香味的燕窝的好处众所周知啦，它可以帮助增强免疫力，而且让你的皮肤年轻有活力，容光焕发的，还很光滑哦。为什么会光滑呢？是因为啊，燕窝里头呢有一个苏氨酸，这个苏氨酸呢可以帮助促进皮肤弹性蛋白质和胶原蛋白的形成，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吃了也可以帮助。其实 Kinohimitsu 呢，对燕窝的羽毛还有杂质呢，进行了彻底的清洁和消毒，以防止呢细菌残留，能确保呢你吃到的是符合卫生条件的燕窝。哎哥，你知道吗 ？Kinohimitsu 精心挑选的这一些燕窝啊，都是不含有这个漂白剂、去除杂质的哦。而且呢，装燕窝的瓶子呢是必须经过自动高压瓶冲洗过程的，以确保呢装瓶前的清洁度呢符合高规格的标准。他们采用的是先进的真空包装。这个密封技术封盖呢，是确保安全以及新鲜的，每一瓶呢都经过消毒，不使用防腐剂。哎，怎么来打开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往这边先按一下，来点来点了。按完之后呢，就转，哎，嘣一声，哎，这样子就很容易的就被打开了。而且呢，我们的 Kinohimitsu Haiku 专有技术呢，是结合了现代化的技术，还有古老的方法哦。我知道，它采用的是高压控制温度和时间，高冷双重炖煮技术，再急速冷却，这样呢就能保留燕窝的高效成分，同时保持优质质地，提升口感啦。其实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四个口味了嘛，对不对？一个茉莉花，还有三个人参的口味。这是茉莉花，这个是花旗参。长白山人参还有高丽红参。刚刚我们吃的这个茉莉花燕窝啊，就可以看到满满的燕窝，看到没有？哇哦！大家要知道哦，把燕窝放在嘴巴里面，用舌头一顶哦，要是它这样就碎掉的话呢，可能燕窝是比较次等的，或者可能是假的燕窝哦。真的好的燕窝的话呢，要用牙齿来咬的。讲到真的，我这里就看到这个花旗参人参，哎哇！上面就有一片人参，对不对？没错。那其他的呢？你们看一下哦，其实它的颜色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哦。那个是长白山人参，然后旁边的呢是高丽红参，就感觉上人参的颜色呢已经渗进我们的燕窝里面，它的好处也都在里头啦。由此可见，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不管是燕窝、人参，或者是茉莉花的花香精啦。那哥，你知道吗？四瓶燕窝里总共含一盏燕窝，这里有24瓶燕窝，总共就含6盏燕窝。哇，试想想，到底要花好几百块才可以买到6盏的燕窝啊！接下来我们请到的就是有使用过我们的 Kinohimitsu 燕窝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我是做客服人员的，然后呢，我是长期呢是在冷气底下，所以呢皮肤都会比较干燥的。为什么会选择 Kinohimitsu 这个牌子？因为其实我长期吃 Kinohimitsu 的其他的产品，然后呢，我看到他们推出这一个燕窝，而且是茉莉香的，我特别喜欢茉莉，而且我有睡眠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茉莉我也是有读过他在网站的那些资料。是有帮助睡眠，提高睡眠质量的，这皮肤状态真的是很棒哎。那接下来呢是陈佳姐，对不对？我是会计这个，一到月底就特别的繁忙，压力重，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天一直的花旗参燕窝，也可以改善情绪啊，帮助减轻压力，最重要当然是它的品质挺好的，甜度刚刚好，就不会很甜，就好像妈妈煮的燕窝一样。加上两颗12瓶装茉莉花燕窝，原价179块，现在只收99元，只剩下160元。
半瓶的呀，我就是哎，水气。还没得，还没假名不是的标准时间下美国施压一度采取更强硬的对俄立场为摆脱俄国能源依赖德国太阳能发电厂将老弟了老弟了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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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是，你是说话吗？不，放水。放you